其实不是主播才要认真打，反而是因为你认真打，所以你成了主播。很多人搞反，很多人觉得说主播是认真玩他才成了主播，不是这样的。主播他首先他一定是个普通人，他普通人他认真玩，对吧？他肯定有什么过人的地方，他才能成了主播。但他在此之前，他只是个普通人。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，很多人就觉得说哦，认真玩那是主播跟选手的事。那普通人只要随便玩，不是这样。普通人如果随便玩，那就完了呀。你自己想一个服务器，普通人他随便玩，那就没了呀。遇到学生头疼不会啊，叫家长。遇到学生还真不会头疼。叫他家长就行。为什么22点还10万？不知道。11点可能会好一点。我打就把方块爆。我不是老师，我只是一个编外的。男枪好细哦，我操！还不走、啊？那换了吧，好爆啊！960。男枪不后羿，鳄鱼回塔下队。我刚刚想 W 闪，但我怕我 W 闪被他抵消掉。这种线是一定会卡在这里，所以我们要慢推啊。这种线一定会卡在这里，所以一定要慢推啊。这个 TP 交了就是为了这个，我们得快点吃经验，吃完到六直接给他杀了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主播会充分的利用这次机会，燃烧自己。
完了没事。你也燃烧啊？你什么燃烧？好像失败了，被他换掉了，不过也行的，被换掉不要紧。不买多兰剑了，这把没有兑现的那种，怎么讲？我没有跟鳄鱼换血的那种情况，所以我不买多兰剑。这把游戏兑现没有那种换血，基本上就是一套你一套那种，没有那种兑现。86。我有鞋的，这个跑不掉的。先推线再帮男枪，不然我们的线会直接烂掉。因为我们要让这个线给他糊了。好伤。太早了，啊，可以吃。两个，我靠，你太急了。这样太急了，不过还行，该有的装备还是有。男枪有点太着急了，你太脆了，让我扛。他太脆了，他才多少血？他好像才1000出头，我1400左右，我刚1300、1400。死两次，我还有赏金的。鳄鱼挂机吗？那倒不会啊，他还是很有用的。他拿了两个人头啊，一个450，一个300，750，他可以玩的。我们这波越塔很伤的。他不上他也对不了线，他已经崩了。
心中存有黑暗，比任何黑暗都更深邃。专。居然都不喜欢收草的吗？这还出来？卑鄙的暗影。这逼！真的假的？这都能打出来？差点给对面打赢了，鳄鱼是去自爆的。他没地方去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那你就别打架咯。还能打？可怕的！这还能打呀？确实能打，我操！你打不过你就发育啊，一直给对面杀干嘛呢？打不过发育很难吗？
这么屌啊！神分加这个，我都还不了手。我被他打了三下，好像，但他这打的有点痛。Q3 他有护盾呢，谁追不到？要把这个中塔拆掉啊，不然对面有视野，那就没有视野压力。别打呀，这样打是不是有一点点累？这要打吗？鳄鱼可能在跟他们吵架。
我没传送，我最后说一次。 走过来就抢了呀，怎么抢？走过来就抢了。原始人崇拜我，我要赐给他们。我打断他道了。 什么闪开？一个 R 过来就一枪，买护甲都没用。 买护甲都没用啊！他打人疼的要死，170的护甲，对，扛不住。你就算是300护甲照样秒你，他有百分比太多了，他这个也有百分比。
谢阿舅续费的钻粉了，感谢阿舅续费的钻粉，阿舅有没有我的微信？有微信你好，把我一下。拿下，还行，这下路愿意抗压，谢阿舅续费的钻粉了，谢谢。